Ad aprire il quinto gruppo, la coppia rappresentante l'Israele. The next couple representing Israel, Alexandra Zaretsky, Roman Zaretsky.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都灵帕拉维拉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2010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冰舞规定舞的比赛。下面上场的是以色列的扎列特斯基兄妹。来自以色列的扎列特斯基兄妹表演结束，2009到2010年赛季成年组的编舞规定舞是两支舞蹈，分别是金色华尔兹和罗曼蒂克 Tango。 那么像四大洲赛、欧锦赛和世界锦标赛这三场国际滑联锦标赛的比赛当中，规定舞是这样抽签决定的。四大洲赛和欧锦赛是从这两支舞蹈当中抽取一个规定舞，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洲际性的比赛中比的规定舞是一样的，但是到了世界锦标赛，那么选择的就是另外一个没有被抽中的那一支规定舞。因此在一个赛季开始，选手冰舞选手要准备四套舞蹈，也就是两套规定舞、一套创编舞和一套自由舞。现在在本次的世界锦标赛当中，规定舞旋律是金色华尔兹，那么这是和上个月刚刚结束的温哥华冬奥会规定舞是不一样的，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滑的是罗曼蒂克 Tango。 扎列特斯基兄妹应该说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呢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可以算得上是一对久经沙场的老将了，比过两届冬奥会，在都灵冬奥会上排名第22位，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成绩已经上升到了第10。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场比赛就是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的场馆，也就是都灵的帕拉维拉体育馆。现在已经进行到了规定五第五组，这次呢共有27队选手参加冰舞比赛的角逐，在规定五当中分为五组上、分为六组上场。可以说在第五和第六组当中是整个的这个项目实力最强的选手云集的两组比赛，比如说第五组就包括今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冠军来自加拿大的沃尔图和莫伊尔。好，来看一下成绩，16.72的技术分，节目内容分是17.07，得到了33.79，目前这个成绩在已经比完的18队选手当中排名第一位。